我的天哪，真有巨妖啊，还朝我跳舞，有本事过来啊！不要不要过来，船，我的游艇又来了，木箱，这是个什么呢？哦，大骷髅。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听说前面有个荒岛，经常有海怪出没，还有大鲨鱼，今天有没有挑战一下，加速行驶抵达海岛？嗨，好朋友卡尔，好久不见哦，想我了没有？来了一个木箱，我们看看箱子里什么宝贝。哦，原木，还有铁矿石，把木头摆好，别乱跑，吃饭全靠你们了，没有你们只能吃生的鱼。四块铁矿石，拔下竹竿，先打几根椰子垫垫肚子。哎，一个，嘿，下来两个，还有最后一个，拿下。能量在衰减，再吃一个。我们要用铁矿石和竹竿合成一个鱼叉，开始捕鱼。同时两条，哪里跑哪里跑。哎，他敢挑衅我，后果很严重。矿石，生火，好，鱼叉做好防守，万一有北海巨妖出现，我们要保护好自己。海鸟，该死的海鸟，让你有来无回。来吗？敢不敢来？敢不敢来？哦哦哦哦哦哦哦！给你说了吧，让你小心为好。结果成了烤海鸟，这个比鱼肉好吃多了，肥呀！船，我的游艇，1000多万的游艇就要沉没了。等我逃出海岛，咱再买个新的。打开，看这是什么？原木。矿石，又来鱼了，我们可不能错过。5条，这一次多来一条，来吧，再来一个。海鸟又来了，点火。哇，我的鱼，差一点。他们的记性只有5秒，刚被我烤了肉吃，这又来了。哇，糊了。哇，这次鱼肉够多了，捡起木头。哦，木头，椰子长出来了。这椰子树虽然结的棵数比较少，但是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。哇，还来，点火，来吧。哇哇哇，又少一个，刚才工具没准备好，这一次有了工具，我让你再给我跑。还有2条鱼，我们用鱼做诱饵来钓海鸟，这个主意好不好？时刻准备好我的工具，只要来。哇，这是妖怪吗？一只小海妖，不用害怕。来箱子了，又来了原木，我喜欢。4根木头了，小鱼小鱼，欢迎你们来到海岛参观，这里有美丽的螃蟹。什么声音？海鸟，椰子，哎，又来了，来得特别好。来吧，来吧，来来来，还敢来吗？来吧！哇，哈哈，这次来得特别好。我用椰壳和竹竿合成了一个工具，专门对付海鸟。
他敢来就把他烤着吃，这几个两条鱼就是我的诱饵，谢钱。又来了木箱，这是个什么呢？哦，大骷髅。海鸟又来了，不好不好不好，快点火。来来来来来了，用蟹钳勾出这个海鸟肉，快补充，再来一条。哎哎，两条烤啊，一烤烤四条，这个过瘾啊。木头上来，木头，哇，趁我不注意又少一条鱼，我们吃跳跳鱼走。嘿嘿嘿，海鸟还敢来吗？我的武器，怪不得刚才武器丢了。跳跳鱼烤好了，海鸟海鸟海鸟来，啊啊啊，成功拿下。想跑没有这么容易，吃了我的鱼想溜，鱼是这么好吃的吗？不是说有海怪和鲨鱼吗？怎么没见他们出现呢？补充能量，海鸟又来了，来得好，我喜欢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跑了，来鱼了。这是什么？小黄鸭，不需要，我们要吃鱼。烤鱼一条，打火烤鱼，好样的。跳跳鱼，跳跳鱼，来来，哎，好烤。螃蟹啊螃蟹，现在没有鱼也没有椰壳了，我吃什么喝什么，能量值快没有了。哇，北海巨妖出现了，我的天哪，真有巨妖啊，还朝我跳舞，有本事过来啊！不要不要过来，我需要食物。哇，出现一群骷髅，这个海岛周围非常凶险呢、这是被巨妖所害吗？看上传说是真的，荒岛周围确实有巨妖。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